第一个出战的请举手。我可以加油吗？准备啊！开始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！加油！加油，大力！加油！奖金，奖金，加油！奖金，我觉得那个冰茶是特别的纯粹，你要不要拿一口？挂上，挂上！加油！哎，有个大爷来了！哇，大爷好！你们干嘛呀？啊，我们取水。好，那你们说是都在这儿取水啊？是的。哦。董老师加油哦！哦，快点！你俩干嘛呢？快点！你俩干嘛呢？比赛呢？有表情，快点！哎，我过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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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卡住你！他们去哪儿啊？哦，他们挑水到那个茶园呢。哦，我也要去茶园。你也去啊？啊，你一个人吧，我帮您吧。不用啊，没有关系啊。慢点，大爷。嘿，大爷还真行，平衡力不错。嘿呀，哇，好累哦，都不知道他们以前怎么挑这些水的。哇，别探路了。哇！别上路了！拦我了！哇！大爷，你等等我，我挪点水过去。啊，我们也不能落后。啊！呀！啊！你们陪我干啥嘞？看看谁是最快的男人！啊啊啊！啊！啊！大爷，你等等我！加油，长进！哇哇！大爷！大爷太快了吧！大爷，您慢点！冲啊！哇！大爷，你小心点啊！大爷说：“你们才小心一点吧，小伙子。”有长进，你真有劲。董大力，你真有力。就董大力，你真没力。欲挑扁担，必承其重。哦耶！你咋来那么多一套一套？喂！啊！哇！大爷，榛子骨倍棒！你看你气都不喘，我们都已经……啊，你们还在单间盖单呢？但您今年几岁了呀？74岁。74岁啊！哎呦，看到一个17岁的小伙子。那我们再赶紧挑下一桶吧。走走。你看大爷这。如履平地，是，每脚踩得特别扎实，雄赳赳气昂昂的，我们也不能输。他们这一趟就40分钟了吧？26分钟了。那我们还比吗？我们团队解散了。那先准备一下。我们回来啦！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哦，回来了！哇，在前面，有长进在前面，好样的！等一下，哥哥，你放水吗？你在他后面。太低调了吧你，又能唱又能挑担。加油，慢慢走，你们走完40分钟就到了。哇哇哇哇！啊！啊！啊！完了完了，我太慢了。哇，完了，心全湿了。你慢点，你慢点，我慢点，你慢点，我上不住车了我。太快了！这个胜负的时候到了！哇，来了来了！哇！王林杰！哇！王林杰，那大爷是怎么做到的？大爷怎么那么快啊？
单肩跪蹬了，他太厉害了。哦，下来了，到了，啊，这么陡啊，我。还要回去吗？啊！不能对讲机通知他们吗？这不是也有4G网络吗？要回去啊！我要打这里的，来，这里好打，好紧张。放点水，反正也要打。我很厉害的，别打我呀！我抽血了啊！不行，死活站在路当中，不要打我，你好快啊！张凯，杰尼，我们是不是好朋友？这个时候不能是。爷爷，你太偏心了吧！哇，我们这队怎么可以这样？爷爷！大爷，你为什么帮他挑水啊？我看他长得很瘦啊，我帮他吗？我也很瘦。加油！我估计我们赢定了。我就是走两趟我都觉得累，这大爷是怎么做到的？哇！快点，太阳都下山了。我们就是慢工出细活，不让一滴水洒出来。哎，我们还要比那个谁的水多吗？难道？对啊，我们比谁的水多啊？哪个桶啊？这个桶。没事，你还是你这个倒进去会有奇迹发，会有奇迹发生。Jenny， 我们是这边的桶。啊！他骗我！你被骗了！谁啊你？你听我的呢，没有办法。我太心酸了。各位嘉宾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你们没有完成任务。